像组合包七金有先对于世界巡演发表了感受到作为韩流歌手的自负心的感想。17日下午在首尔赤瑞草区盘浦洞 JW 万豪酒店举行了包七林宰凡、朴真、段奕恩、王嘉尔、崔龙宰、金有先正规三级 present 由记者招待会最近成功在全世界17个城市进行巡演的包七成员金有先表示，有很多我们第一次去的国家和城市，虽然语言不同，环境也不同，对于我们得到的喜爱感到非常的神奇和幸福。此外还表示，尽管已经有很多韩流歌手，我们还是希望韩流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巡演的时候感受到了韩流歌手的自负心，希望能成为把韩流推向世界的组合。非常感谢粉丝们，巡演是我们无法忘记的经验。新专辑的发表据报期在过去的3月以 Look 为主打歌发表的迷你专辑 I Saw You 过了6个月，2016年9月以 Hard Carry 为主打歌发表的正规两辑 FLIDHPLOGTurbulence 足有两年。对于 Part 七来说，最好的礼物就是粉丝了，所以专辑名定为 Present You。 Part 七将于今日下午6点发表正规三辑 Present You 和主打歌 LullabyGETITK。 记者将孟威图片记者崔恩熙 Copyright GETITK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